怎么降低脂肪肝？饮食法则一次看。脂肪肝不只是胖胖人的专利，还有爱喝酒、爱吃炸物、肌肉量太少，都高几率会有脂肪肝。但是初期只要找到造成脂肪肝的原因进行改善，就可以让脂肪肝减少咯。教我要怎么反转脂肪肝？吃营养，不要吃热量。我介绍六种食物给你。第一个就是洋葱，它可以消除体内自由基，降低血脂，促进脂肪代谢。原来洋葱好处这么多。再来还有韭菜和大蒜，研究证实可以作为有效的免疫调节物质，而且可以避免腹部脂肪堆积，同时活化肝脏中的解毒酵素。还有圣女番茄，多吃圣女番茄可以获得足够的维生素 C， 这样运动时所燃烧的脂肪就会比摄取不足的人增加 30%。 嘴馋就来个两粒吧。再来是柠檬，日本研究发现在柠檬中含有一种能够预防脂肪肝的成分。最后就是秋刀鱼，里面所含的 DHA 可以让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降低。等一下下班来抢不喝酒的居酒屋吧。脂肪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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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脂肪肝。洋葱，洋葩，洋葱，洋葩，洋葱，洋葩。韭菜，후추，韭菜，후추，韭菜，후추。大蒜，마늘，韭菜，후추，韭菜，후추。圣女番茄，방울토마토，圣女番茄，방울토마토，圣女番茄，방울토마토，